我们来讲原发性肝癌啊，原发性肝癌是它的重点，但不是难点。大家对原发性肝癌都很熟悉。那么，首先看它的病因，那病因还是我们在跟讲肝硬化的时候来讲的三部曲：肝炎、肝硬化、肝癌，就三部曲。这三部曲走完了，基本上人生就走完了。哎，所以它最常见病因第一个就是病毒肝炎。那么，这个最主要的病因，因为90%以上，那么都乙肝感染的病因是。所以，肝癌最常见的病因就病毒肝炎。第二个，那么就是饮食和食物。你比如食物的，经常误吃的黄曲霉素，那么亚硝酸胺，这些都容易导致肝癌。哎，大家看看黄曲霉素在什么地方？黄曲霉素在霉变的食物，玉米，这些我们经常吃的这些食物中都有这种黄曲霉素。所以，当黄曲霉素增多的时候，哎，经常吃到这些霉变的食物，那么黄曲霉素增多会导致你什么肝癌？亚硝酸胺，哎，大家经常吃这个腌菜、腌的咸菜啊、雪里红啊这些腌菜、腌制食品，那么它里面的亚硝酸胺比较多，会导致肝癌或胃癌啊。池塘中的这些蓝绿藻产生的毒素，哎，你比如说。吃井水的，你比如农村里面边远山区里面，他没有自来水嘛，吃井水，不是流动的这种水啊，是井水，挖了个井，一个天井在这儿，这种井壁上就经常出现这个什么，蓝绿藻，这些藻类的物质，这些藻类物质是产生的毒素，污染了水源，那么会导致肝癌。好，还有各种各样的毒物，你比如说氮键类的这种抗癌药物，有机的农药也可以导致肝癌。好了，寄生虫、寄生虫、花枝高吸虫、血吸虫导致肝癌，这大家怎么很明确？所以这个血吸虫、花枝高吸虫导致肝癌，考过很多次，是不是？遗传因素这个从来没考到过。肝癌患者常与家族聚集的倾向，就是一个家里有几个人得肝癌的，这就是遗传因素。好，这些病因，黄颜色的地方跟大家是写出来这几个地方，这是常常考到的，所以黄颜色的这些标记出来的地方，这大家个复习重点，经常考到啊。好，我们再来看看16年考的这个试题。大家看，在我国最容易引起原发性肝癌的肝硬化类型是什么？哎，就是乙肝，这个乙肝病毒之后的肝硬化导致的肝癌。所以这最常见的答案为 A。好了，肝脏泌尿出血的肝硬化是什么？对，我在肝硬化的时候跟大家说过，是不是？在带上机的时候，早期肝脏是增大的，晚期呢，肝脏是缩小的，那么也是这种肝炎后肝硬化。所以正确答案为 A，也是 A。所以这种题啊。大家假如是读书是不仔细，很容易出错啊。好了，我们再来看看它的大体分型。大体分型这个在职业一直经常考啊，你们考的比较少，所以你们在我的印象当中好像考的就是一个小肝癌，小肝癌这个数据小于3个公分，其他的都没有考过。但是职业一直导致经常考，所以希望大家还是要引起注意。好了，整个啊肝癌的大体分型在内科学把它分为3型：块状型、结节型和弥漫型。块状型，大家注意，什么叫块状型？那么这个肿瘤的直径大于5个公分叫块状型，大于10个公分呢巨块型，小于5个公分呢，哎，那就是结节型。所以小于5个公分结节型，大于5个公分块状型，大于10个公分巨块型。所以这个数据大概记住。好了，还有一个特殊类型的，经常考到的小肝癌。假如单个直径小于3个公分，或者相邻两个癌结节直径小于3个公分，那么叫小肝癌。所以小肝癌一个数据3个公分，哎，这个小肝癌的概念跟我们外科学小肝癌概念是不一样的，所以经常考的这是内科学这个小肝癌的这个概念，所以大家什么引起注意就行了。弥漫性的肝癌从来没考到过，弥漫癣这里分布，肝脏中间，哎，肝脏中间都可以看到这种小肝癌，哎，大家可以看到个很多很多的很多的这种癌结节，弥散也分到肝脏中，跟肝硬化难以区别，这就是我跟他说的弥漫性。好，这是一大体分型啊。我们再来看看肝癌的转移，肝癌的转移考了50次啊，怎么强调都不为过。肝癌最常见、最早的转移途径就是肝内转移，为什么呢？肝脏的血液循环相当丰富，肝脏是双重的血液供应，第一个肝动脉，第一个门静脉，所以它容易在肝内进行转移，就是它自己转移到自己。往往你可以看到，肝脏 CT 片子上面一个巨块型肝癌，但是巨块型肝癌中间有很多很多的低密度灶围绕在中间，那么这周围的这些低密度灶往往都是它转移灶，就是肝内自己转移。自己转移到自己，正因为这样，所以肝脏肝癌一般来说愈后不很好，都是这样啊。一般从发现到最后死掉，一般就是1到3个月。
哎，很多病人就发现到一确诊，一个月之内就死掉。你看到他可能很好，走得来，自己一个人走得来，什么症状也没有。一来发现了肝癌，住院。哎，有些人嘛，一些人就给这个病人搞到这儿，又是手术，又是什么放疗、化疗，到最后还疗程一疗程没做完，这个人死了。因为肝癌它致癌病程基本上就1到3个月，所以你来的时候他在门诊外面已经活了很长时间，他没有活知道。一来一个巨块硬肝癌里面10几公分。来了之后就是一个月就死掉了，所以这个肝癌恶性程度一般来说比较高，所以大家不管做什么治疗啊，效果都不这么好。你比如说肝脏手术治疗，手术治疗效果也不好，你就是肝移植效果也不好。你比如我们著名的演员傅彪，个大胖子傅彪，他就是肝癌嘛，做过2次肝移植，怎么样？活了10个月，2次肝移植活了10个月，你说？投入精力、钱力、人力、物力，哎，这不是一般人能比的，并且是他做肝移植都是什么最牛的，我们中国最牛的2家各个你移植搞肝移植医院，最后都没保证到活一年，也就10个月。一般的普通老百姓，你就这样普通治一下，也就1、2个月，1到3个月就死掉了，都是这样啊，1到3个月死很正常，半年死，哎，那不就是条件很啊，那就是什么治疗很好的，过个1到3年死。那就创造了奇迹，假如活过3年以上，那是诊断错了，一般都是这样。所以大家的医疗，当医生也在这思维，要肝癌来了，哎，你要是快诊快治快出院，你不然就死到你这个医院了。哎，你假如有这种指导思想，一来器官上大家什么很好，刀一开，赶快出院，出了院你再来死了，你他妈来啊，这次可能出不去医院了，你这肝难受，外科医生最忌讳的。来了，这个横着站着走进来，横着走出去，这是最忌讳的。所以大家什么一定要有这种指导思想。好了，为什么这样？因为肝脏的血液红血循环非常丰富，所以它用这个氨转那个自己转的自己，肝内转移最早最常见的转移。那么最早最常见转移，它也经常这样出，肝癌最早转移的途径是哪儿？哎，肝内转移。那么肝内转移是用什么来转移的？那么肝内的血管有两个，一个是红颜色的，大家看看，肝动脉。第二个是蓝颜色的，哎，就是我们门静脉，它是通过门静脉分支来进行转移的。我记得有一年专门考过这个东西，肝癌的肝的转移途径是什么？单 A 进门静脉，单 B 进肝的动脉，单 C 哎进胆管，单 D 进淋巴。傻了吧？你这背到个什么肝癌容易发生肝的转移，你不知道通过什么来转移门静脉的分支啊？大家注意了，门静脉分支只考过一次，所以希望大家引起注意。第二个血液循环。这个血型转移主要转移到肺，肝跟肺聚得很近，哎，大家说转移到肺，哎，好，那这两个是好哥们啊，都是这样。好了，大家注意了，一般都是这样啊，腹腔里面的这些脏器一般都是转移到肝脏，哎，你比如说他的癌症，结肠癌、直肠癌，哎，胰腺癌、胃癌都转移到血型转移到肝脏，反过来肝癌你自己转移到哪儿？转移到肺去，所以你这样记你就给他记住了啊，最常转移的转移到肺，大约占50%以上。所以，一个肝癌的病人复查，常常一个叫他做什么？做个 B 超，肝脏，看他肝内有没有转移；第二个拍个胸片，看他会有没有转移。这就是给这两个最常见的转移途径，哎，排除了。第三个就是淋巴转移，肝癌可以经过淋巴转移，转移到哪儿？肝门淋巴结。哎，转移到肝门淋巴结，尤其是第一肝门的肝门淋巴结。正因为这样，肝癌有没有切下来？不用切下来。所以，肝癌总的手术切除率，大约手术就是完全统计，大约是22%。1/4都不到，什么意思？就是78%的病人打开肚子看一看，取个活检，确诊一下是肝癌，关到出来。绝大多数病人1/3以上的病人都什么不能切下来，为什么？因为肝癌最容易发生淋巴转移，转到肝门。第一肝门一受累，他怎么切下来了？切不下来了，是不是？第一肝门这个地方全部都受累的，都是癌，固定一块了。那你还有什么作用呢？你没什么作用了，是不是？自己取个活检，哎，给这个病人，哦，这是个肝癌，放弃治疗，这种病人效果怎么好呢？所以肝癌的病人效果不好，就这个原因，手术切不下来这个原因。那么原因就是因为他容易进行肝门淋巴结，你这样你就给他记住了，是不是？好了，种植转移从来没考到过，这个职业一直考过，就你们从来没考到过种植转移，就是癌细胞进入肝脏的表面往下掉，哎，你站的位置是个陀螺带、腹膜、横膈、盆腔，那叫种植转移。因为种植转移，它一般来说不考虑肝癌，考虑什么？考虑胃癌，是不是？胃的硬结细胞癌啊，它最容易发生种植转移，比这个肝癌还要发生，
还要容易发生。所以他假如考种植专业，常常考虑胃癌而不是肝癌。当然，肝癌也有种植专业，所以种植专业并不是胃癌专业的特例，而是肝脏也有。好了，这就四个经常考的这种专业途径，希望大家什么记得这个不要把它记混了啊。好了，我们再来看看2017年这个时期，大家看原发性肝癌最早专业的方式是在哪儿专业？哎，主要是方式专业的肝内，自己专业的自己经过门诊的分支进行专业，所以答案为 D 啊。这个 D 就相对来说比较简单，是不是？好了，我们再看临床表现啊。临床表现第一个是肝区疼痛，既然你有肝癌嘛，肯定肝区疼痛。肝区疼痛大家都知道是症状，占50%。加上最常见的体征呢，哎，是肝脏肿大。大家注意，症状和体征是不一样的。什么叫症状？病人能感受的是症状，医生能体现出来的体征。所以这两个不一样的。所以大家做题这个一定要注意分清楚，稍微不注意，这个题目就错了。哎，这个职业医师经常考这个东西，因为它简单嘛。假如今天考你这个简单的题目，哎，甚至搞个 B 型题，肝癌最常见的症状，肝癌最常见的体征，我估计你就把它分不清楚了，是不是？哎，症状，病人感觉的疼痛，体征是医生检查到的，肝脏肿大体，肝脏增大肿大，所以这就是最常见的症状，最常见的体征，两个打法是不一样的。好了，黄疸一般很少考你。在肝癌的晚期可以有黄疸，一般到了黄疸这个阶段，都是绝对的晚期，一般都是存活不了多长时间的。还有一些病人有肝硬化的征象啊，包括血型腹水，包括腹水增多，为什么？因为大多的肝癌都是从乙肝肝硬化引起的。好了，这个肝硬化从来很少考到你啊。好了，最后一个瓣癌综合征，这个考过一次，我记得是个 X 型考的大家。哎，就这五个这个临床表现中间。两个主要的，三个罕见的，主要的是继发性低血糖、红细胞增多症。那么罕见的是高钙血症、高脂血症、内癌综合症。我记得那一年专门一个 X 型考大家，他说肝癌的主要瓣癌综合症主要表现为什么？主要表现，哎，你不要把罕见的表现搭进去了，所以它变态就变态这儿，哎，大家注意，主要表现跟罕见表现，你稍微不注意，答错了吧？哎，答错了，那么就都搭进去了。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区分。好了，就这个题，2013年考过的啊。大家看，原发性肝癌发生瓣癌综合征的主要表现有，不要再打罕见表现，所以你就不要打 A、B、C、D 全选了。所以正确答案应该打 AD，继发性低血糖、红细胞增多症，而高钙血症、高脂血症都是它的罕见表现，所以不打 C、不打 B，这两项不打进去。所以像这种题，它太难啊！为什么？你说记得这个表现就不错了，你要记得它主要表现和罕见表现，你能分开记啊？这个很难，所以 X 型本来就难答，你还出这种变态的字体更难答了。所以这大家就考试的时候，为什么得不能满分呢？就是变态的字体很多，所以大家什么孤苦伶仃，在那拼命的奋斗，也不能得到什么满分，就这个道理啊。好了，我们再来看辅助检查，辅助检查第一个。就是甲胎蛋白，这个他比较熟悉。AFP 甲胎蛋白是肝癌的特征性重力标记物，那么它的阳性率大概70%，这个阳性率70%这个数据考过一次。哎，大家注意啊，是原发性肝癌、肝细胞癌，它有 AFP 阳性，那么70%。那么我反过来说你，假如继发性肝癌呢？哎，继发性肝癌有阳性，但是阳性率很低，大概25%。所以大家注意，我们说 AFP 阳性常常是指什么？原发性肝癌。并且是肝细胞癌，哎，胆管细胞癌都没有，所以应该是原发性肝癌，并且肝细胞癌。那么这个阳性率大约70%，它主要用于普查、诊断、疗效的判断。大家注意普查，你比如人群中要普查这个病人有没有肝癌，那么我们就抽血查这个 AFP。普查还有一种方法，就做 B 超。等一会我们跟大家说普查这次B 超这个还会讲，大家注意啊。所以这个普查有两种方法，一种是抽血查 AFP，一种是直接做 B 超。这两种方法都是它的普查方法，所以这个普查方法考过2次，是不是？好，第二个用于诊断，哎，这个诊断我们等一会要跟他讲的 AFP 的诊断标准，是不是？当 AFP 增高的时候，哎，这个什么很可能是肝细胞性肝癌，疗效的判断，预防复发。你比如这个病人，假如说术前 AFP 增高，我做手术把这个肝癌切掉之后，AFP 肯定会降低。哎，过了一段时间，它又升高了，证明它复发了。所以每次来进行肝癌复查的时候，常规做一个什么 FV 设定，
做个肝肠 B 超，再做个胸片，就这个道理。哎，做 FET 和肝肠 B 超就肝癌有没有局部复发？做胸片就是看肝癌有没有会转移？就这样。哎，这大家怎么通过这个，大家就给他记住了。好，大家注意了，这个血清 FET 浓度与肝癌的大小成正相关，什么意思？肝癌越大，FET 越大，浓度越高。反之，肝越小呢，FET 浓度越低。好了，我们再注意了。那么最主要的、准确的，那么诊断肝癌的方法就是肝穿刺、经皮，在 B 超引导下，经皮肝穿刺，这是最好的方法。你比如在 B 超引导下看到一个什么低配生，那么我就来就穿刺，经过皮肤穿刺进去，给活捉的取出来，那么是肝癌就绝对肝癌，这是最可靠的方法。但是它是个有创检查，一般来说不首先检，不做首先检查。好了，第二个我们就是各种各样的影像学检查。影像检查在临床上用的最多的首选方法就是肝 B 超了，是不是？简单吗？快速无创，所以这是肝癌筛查的首选方法。你怀疑这个病人啊是肝癌，那么首先的检查就用 B 超了。哎，它能够检测1公分以上的肝的占位病变，但是是不是癌，看不看得清楚？那么看不清楚再做 CT。哎，就这样，一般在临床是这样啊。所以这就是 B 超。它是筛查方法之一，因此我跟他讲过两个肝癌的筛查，第一个 B 超，第二个血清的 FPCT。好了，第三个第二个影像检查就是 CTC 频扫，CT 频扫，那么它的阳性率大概是80%，频扫可以看到低密度占位病灶，所以 CT 频扫这个占位病灶，那么究竟是不是癌，可以做增强，哎，增强显示快进快出，那么就是确定。这个病人啊，这个癌症上面血流比较丰富，血管丰富，所以他快进快出，那么更进一步可以明确诊断，那么他的阳性大于80%。好了，还有一个 MRI，大家注意，MRI 没有放射性，它跟 CT 增强的阳性差不多的，但是它好在哪儿啊？没有放射性，所以孕妇可以用。哎，你比如说这个病人孕妇，假如肝脏上面有个占位病变，那么他就不能做 CT 了，做 CT 怀了孩子，他你怎么做呢？那么你就用 MRI，它没有放射性，所以说短期多次，重复检查，那么并且孕妇可以用，这就是 MRI。还有一种大家注意了啊，所有影像学检查中的敏感性最高的、检出率最高的就是放射性，介入诊断，那么叫做显着性肝动脉造影，哎，结果就跟股动脉穿刺到肝动脉中间来，那么。可以看到这个瘤子在哪儿，并且哪个血管支配，甚至可以进行介入治疗，把这个瘤子搞小。所以选择于肝动脉造影，那么它的阳性率是最高的，达到90%。但是它是一种有创检查，因此临床上用的多不多？不多，一般不用于诊断，都是用于治疗。你比如这个病人已经用 CT 诊断出来他是个肝癌，那么他也没办法切下来，那么我这就是什么介入治疗。介入治疗这个显著肝动脉造影，哎，看那个瘤子在哪儿，是不是哪个血管，然后把这个血管给栓起来，栓起来瘤子没有血液供应，当然，哎，他就他妈就会，缺血坏死，毁损，那么瘤子就会变小，所以我们等一会讲的什么肝动脉的栓塞治疗的时候，实际上就有这个显著肝动脉造影，你先要进去嘛，介入治疗显著肝动脉造影才知道那个瘤子在哪儿嘛，是不是栓哪个血管嘛，是不是？所以这就我们影像学检查啊。所以他假如出这种题啊，所有进行肝癌筛查的首先影像检查，你打 B 超，哎，敏感性最高的治疗肝癌，那么你的显著性肝动脉造影，最准确的方法那就是肝穿刺，最常用的血清的指标你打个 FP，基本上就考你这几句话啊，这几句话你搞清楚了，基本上答案你就出来了。好，大家看看14年这个试题。对原发性肝癌高危人群进行普查的方法，进行普查的方法主要有两个，我刚才跟大家说了，一个是用 B 超做，哎，因为普通人群中都可以做；第二个就是查血清 FP 测定，所以正确答案为 AC 啊。大家注意不要用 CT 啊，CT 因为昂贵，所以说一般是 B 超发现了之后，不能确定这个病人是癌还是其他的占位病变，这时候再做 CT，也不要用 MRI，MRI 比 CT 更昂贵，是不是？所以正确答案是 AC，而不是 ABC 的选项啊。我们看看肝癌的诊断标准，肝癌的诊断标准，那么这是9版教程的诊断标准，9版教程的诊断标准跟8版教程的诊断标准啊一个样，但是7版以前的教材，那么诊断标准不一样的，所以大家做历年真题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这个诊断标准的转换。
那么我们这次我讲的九版诊断标准，第一个，那么三项中下面三项中，那么只要有其中任何一项都可以临床诊断为肝癌，哪三项？第一项具有两种典型的影像学表现，在临床常用的临床典型的表现，第一个是肝脏超声，肝脏 B 超是不是？第二个CT 或 MRI 增强 CT 或 MRI，那么看得比肝脏CT 肝脏 B 超要精确一点。第三个显着肝动脉造影，尤其是前两项啊，基本上每个单位都在做 B 超、CT、MRI，是不是？所以显着肝动脉造影，由于它这个有创检查，所以一般的好的医院可以做治疗，哎，差的医院就不做了。好了，病灶大于2个公分，对于影像性检查的，你比如做 B 超阳性，做 CT 阳性，哎，这两个看到病灶都大于2公分以上的，那么就看得比较清楚。因此这个时候，哎，我可以做诊断为什么临床性肝癌。第二个，一项典型的影像学表现，但是病灶大于2公分，也就是说不是两个影像学检查阳性结果，只有一项影像检查阳性结果，病灶大于2公分的同时，甲状腺蛋白大于400微克每升。那么大家在和复习的过程中，一定要记住这个数据啊，大约400微克每升。这个我们原来的教材是不一样的啊，89版教材这个数据是400微克每升，原来7版以前的教材是多少？200微克每升，持续8周。所以啊，这个诊断标准改了，改了之后大家注意点，针对这个也要注意。第三个，肝脏活检其实有肝癌，那么既然是活检嘛，病理学检查嘛，那当然可以确诊肝癌，这就是肝癌的诊断标准。这个跟诊断标准，大家一定要按照新标准啊，搞得很清楚。好了，大家看看是不是这样？05年这个实体再看，男性40岁，这个病人健康体检的这个化验血甲胎蛋白大于500微克每升，是不是大于400微克每升呢？哎，问题是那什么？我们刚才说了，只要这个甲胎蛋白大于400微克每升，哎，马上就想到这个病人是不是肝癌，是不是？所以答案为一，亚临床肝癌，初步诊断就这了。所以像这种题目，你看看，就是考你个 ALP 的意义，就是甲胎蛋白的意义，是不是？所以正确答案为一啊。好了，大家看看肝癌的治疗，肝癌的治疗其实上就是考你两个东西，一个就是手术治疗。当然了，你是个癌症嘛，那么最首选的、最有效的方法，当然把这个癌症给切掉，肝癌的治疗。第二个就切不下来，该怎么治？切不下来，那么它的首选方法现在就用的最多的就是肝动脉栓塞。哎，肝动脉栓塞就是刚才我们说了，经过肝的显示，肝动脉插管。插管呢，之后看到你这个癌在哪个地方，然后把肝动脉栓塞，栓塞你这个癌没血供了，癌症就坏死了。所以这就是我们跟他说的局部治疗。所以大家注意到，整个肝癌首先就是手术治疗，当手术没有办法切除的时候，那么首先就是肝动脉栓塞。请大家把这个洋文记住啊，这是非手术治疗，不能切除的手术治疗，你用 TAE， 这是非手术治疗的首选治疗啊，叫做局部治疗肝动脉栓塞。好了，这就是他的方法。其他的一些方法大家注意都不是首选，你比如说无水酒精注射，无水酒精注射有两种方法，一种是术前，你比如这个病人没有做手术，或者手术你又切不下来，你这个地方又没有介入治疗的方法，那么我就用无水酒精。无水酒精很简单嘛，在 B 超底下看到这个你肝癌是个瘤子，就直接拿着无水酒精打在这个瘤子上面，哎，无水酒精就把这个肝细胞给坏死了，当然肿瘤细胞也就坏死了，这就是无水酒精注射，这个最便宜。好了，第二个就是射频治疗啊，射频消毒，射频消毒，哎，就相当贵一点，做一次总要个大几千块钱，哎，射频消毒就是用的射频，把这消毒就把这个癌细胞给杀掉。好，这就是我们跟大家说的局部治疗，是一种方法，但是临床上啊，大家注意，那么写不下来肝癌，最主要的还是肝动脉栓塞，为什么？因为肝动脉栓塞把这个瘤子的血液一堵死。那么这个瘤子一回诊，肿瘤就变小了，肿瘤变小了，原来不能切下的瘤子，二期还可以切除。哎，我们在临床上经常碰到这种病人，第一次来确诊肝癌是个巨块性肝癌，这个瘤子已经18公分、20公分，你切得下来吗？切不下来。那么我这个就给进行一种肝动脉栓塞，哎，肝动脉一栓，你看肝动脉一栓，这个瘤子没血供了，瘤子一坏死，哎，等到你再过一个什么一个月来，一看，哎呀，这个瘤子从原来的20公分。变成了8公分，可以切下来吗？可以切下来。所以这是个再次切，在临床有很多很多的人原来切不下来的病例，经过肝动脉栓塞之后瘤子变小了，又可以切下来。所以像这种在临床上经常遇到的这种东西情景，那么大家注意了，他也经常考虑，哎，18年就考了这种试题。
希望大家注意啊。好了，我们再来看看该乙酯，该乙酯截止目前为止啊，只是个职业一次考过类似的题啊，你们还没考过这种类似的题。哎，该乙酯，如果侵犯了大的血管，你比如说，哎，这个上下腔静脉，这大的血管或者远处已经有转移了，那么就不要做移植了。为什么？大的血管都侵犯了，你想一想，这癌细胞全身都是，你移植到哪儿去了？马上就复发了。我估计副标就这样，哎，移植啊，什么全身都有，所以效果不怎么好。远处已经转移，会转移，骨转移，你一个移植还有个什么作用？也没作用了。所以这肝移植药物治疗，大家注意了啊。假如这个病人是乙肝引起的，那么这时候还要服用抗病毒药物。全身化疗大家注意，一般不采用啊。我们要用都是用什么肝动脉栓塞的时候，在这个地方，哎，加化疗药物，也就是刚我肝动脉栓塞处理的时候，栓塞之后，哎，直接在这个地方打化疗药物。采用局部化疗，或者用在开刀的时候给他放个化疗泵，哎，按那个化疗泵，局部化疗啊，这种全身化疗，因为它的浓度达不到，所以在这肝脏这个地方呢，啊，局部的血液浓度很低，所以我们一般都不进行全身化疗，只是进行局部化疗，哎，就这个道理，这就肝癌的治疗啊。好了，我们再来看看18年这考的这个试题了，大家看。男性55岁，这个病人乙肝病史15年。我跟大家说过，乙肝病是 N 多年的，那么不是考你肝硬化，就是考你肝癌。当然，这个是考你肝癌。但是近日 CT 发现肝右叶有个大的肿物，大约是8个公分，靠近第一肝门。但是肝功能分级比较差，切下这个分级是 C 级。切下的分级 C 级病人能不能做手术啊？哎，跟大家说过不能做手术。为什么？肝功能不良，做手术要肝性脑病死掉的，所以这种病人不能做手术。好了，大家看看，AFV 890个，纳克每毫升，纳克每毫升就是微克每升呢，就是八百九。我们说大于400个，毫克每升就是纳克每毫升的，这种病人一定要考虑肝癌。哎，他就跟你说了，这个病人考虑肝癌，问最佳治疗方法是什么？哎，最佳治疗方法能不能切下来？哎，不能做手术啊，是不是？哎，因为肝功能切的 C 级，不能做手术，所以这种病人最佳治疗方法不能做手术的病人，刚才我说了。对于肝癌不能做手术的，那首先应该什么？选择肝动脉栓塞术。所以第一问出来了，正确答案为 C。好，第二问，他是经上述治疗3个月之后，也就是经肝动脉栓塞之后3个月之后，肿瘤缩小了，缩小到由原来的8公分缩小到什么5到6公分，肝功能改善了，哎，原来的肝功能 C 切的 C 级，现在什么改善了？好了。没有远处转移，问你此时应该怎么做？就跟我刚才说的，很多切不下来的瘤子。当你栓塞治疗之后，这个肿瘤小了，可不可以切下来？可以切下来。所以这个时候问你治疗方法是什么？那些手术治疗嘛。哎，原来切不下来，这是个什么？可以切了，肝功能好了，当然可以切了。所以答案是 A 啊，这就是这个实际。当然这是理论上的，在实际中不可能。你要肝功能大量的腹水，癌性腹水，肝功能切的 C 级，它会好吗？它不会好。这种病人绝对可马上死了，他是治疗3个月早死了，是不是？当然，他是理论上为了考你而考你嘛，所以实际中不可能有这种病人。哎，大家知道这回事就行了，实际中不可能癌性的腹水切下的 C 级是个大量消除，不可能的，是不是？哎，也就是说离死不远了，他不可能治疗3个月就好了，我估计3个月都能活不到这种肝功能切下的 C 级的病人。当然呢，他能这样出个题目，设计个题目这样考你嘛，就是说有些病人啊。肿瘤比较大，哎，基本上切不下来。但是经过栓塞治疗之后，什么瘤子变小了，可以切下来。那么这种病人再次手术，就这个考虑你就这个知识点，在临床这种病人有没有呢？有，但是比例不是很大啊。